韩国的女团组合少女时代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。毕竟当年的他们火遍大江南北，虽然现在关于他们的消息已经变得很少，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在很多人心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。他们的歌在无数寂寞的夜里陪伴着一个个孤独的灵魂，给予众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。刚刚有消息称少女时代全新小分队少女时代 OH 成员确定正式组团，9月5号发表主打曲 Leo Touch 以及收录曲 Fair Metal 曾经的王者，如今终于传来了回归的消息，只是少了几个熟悉的身影，但好在他们还在。消息已经发布流传，吃瓜群众们纷纷留言表示力挺，虽感慨因为时间的问题曾经的9人变成8人再到现在的5人，但庆幸的是少女时代还在。此次少女时代8人变成5人，原女团成员崔秀英以 SM 娱乐经纪合约到期并离开公司，签约 Echo JLOBLE 经纪公司，黄美英以 SM 公司的经纪合约到期选择离开公司不续约。至于徐朱贤，他离开了 SM 公司选择了单飞，开始从事歌手和演员行业。再看看这些离队的郑秀妍，离开的原因无非也是如此，感觉太局限，想寻求更多的可能，最大的发展。而对于他们的这般选择，谁又能说出什么过错呢？毕竟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，走的路自然不同，身为旁观者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道一句各自安好吧。八九成行虽好，但五人同存也可。走走停停这么多年，少女时代最终还是选择了重新回归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静待，等待9月5号的到来。昔日整天听着唱着少女时代歌曲的少年如今也一一长大，对于他们此次的回归，是否还会继续支持他们？